当时寻求连任的王美惠下晡两点，在支持者的陪同之下，前往家己市党部完成初选登记。面对挑战者黄乐辉呛声，要落个不适任的现任立委，王美惠表示，是不适任是由乡亲来决定，不是一个人讲就准算。家己会坚守支持民进党的传统价值，严守党中央提名誓约书，不畏惧、不回选、不惜暴力，以及不公交其他候选人。变连任，立委王美惠在二十一号下晡前往民进党嘉义市党部完成登记，正式投入初选。五十八岁王美惠曾经担任四届的嘉义市议员，这届担任嘉义市的立委，得票数旗下嘉义市选举历史上立委选举上关票83333票。这届寻求连任，伫咧党内却出现着挑战者。面对着抢先完成初选登记的嘉义市议员黄乐辉，佮预定在伫咧办个前往登记的前议员林祖草，王美惠强调，家己坚定支持党主席赖清德的领导方针，嘛会严格遵守党中央提名的誓约书，袂畏惧、袂回选，嘛袂攻击其他的候选人。公平的竞争加拍拼，是咱民进党未来的目标，尤其。咱的赖清德主席讲着讲，咱登记了后，唔好慢慢，嘛唔好抹黑，因为咱拢足无容易，才会使做同志。所以伫遮，我要让黄议员甲咱的主委讲，因为王美惠唔是恁所讲的安尼，是爱护咱家己市民来认同。我伫2019年。立委要参选初选的时阵，我王美惠嘛是讲我的优点，这四届的议员为家己市内服务，我嘛无对手任何讲唔是的话，所以我感觉讲，伫咱九合一选举的时阵，对民进党非常的不利，所以民进党爱。甲赖清德主席，未来咱要拼2024年总统，民进党立委过半为台湾打拼。这一届嘉义市立委初选，民进党内目前已经有黄乐辉和王美惠完成登记，前议员林祖草预计伫咧24号透早登记，因此至少将有三个人争取提名。而两当前，王美惠招团入党，被黄乐辉质疑有黑道分子。去年嘉义市党部主委解散，王美惠力挺黄明秀挑战黄乐辉，双方本来就有恩怨。这一届党内初选就被认为是主委选举的延长赛，我甲预料将有一场相当激烈的竞争。最新新闻，张定顺、王小山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